是他们的总统吗？好，下一场，下一场，我的班的总统，你干嘛都乱打，对不对？乱打没关系啊。啊，对了，也是啦。乱打才是学习呀、啊。好，是不讲了，放到自己来了。是不说，对啊，是不说乱打是学习，你也记起来。我都想对好这种。对啊，是不讲的啊，对他马上就记起来了啊。对对。好。不够，我还没开始。这是第二场比赛，请勿相信这个是真的，因为这是假的。还有一分半喽，好，一分半了。真公平。